给本王唱个曲儿。嗯，见货，见货。无聊。小八，过来跟本王下棋。起来收拾，让你起来你就起来啊！皇上，要是阿离在就好了，每天能给本王吹箫，还能陪本王下棋，哪像你们这群废物，叫你们干嘛就干嘛。皇上，万万不敢，这可是诛九族的大罪啊！竟敢抗旨，这也是诛九族的大罪。皇上，别为难属下了。现在南宋与天玄战事已定，根本无暇顾及吴国。太傅最近也不来宫中了，朝中上下事情都是他打理，这种事根本就无妨，根本就无妨。皇上，皇上，皇上。皇上，南宿来报，玉清身亡之后，其胞弟玉霄和其王叔因王位起了争执，南宿太师和太尉都送来了密函，想让吴国支持他们夺取王位。皇上，大胆奴才！太傅恕罪，属下也不想这样，是皇上逼我做的。你胡闹，胡闹，简直是胡闹！皇上呢？出宫了。啊！哎呀！来看看啊，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啊！来看一看了啊，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啊！好，来来来来来看一看啊，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啊！来随意看一看。哎，公子，要点什么？来，随便看看啊。来看看啊，哎，这个不错。干得好，等本王回来重重赏你。你准备何时回来啊？